横行进入髋关节部，锁骨上窝执行主干，从锁骨上窝下至腋下，沿胸侧过季胁，向下汇合前脉于髋关节部。 由此向下，沿大腿外侧出膝外侧，下腓骨前面至腓骨下段，下出外踝之前，沿足背进入第四趾外侧端，足背之脉。 从足背分出，沿第一、二这骨间出大指端，与足厥阴肝经相接。本经主治侧头部、眼、耳、咽喉、肝、胆、胸胁及下肢外侧疾患，如头痛，取风池穴治疗。 足厥阴肝经，起于大指毫毛处，沿足背上行，经过内踝前一寸处，上行小腿内侧，在内踝上八寸处交出足太阴脾经之后，上膝内侧。 沿大腿内侧进入阴毛中，绕过阴部，加行胃旁，属于肝，络于胆。 向上通过膈肌，分布于胁肋，沿喉咙后面，进入鼻咽部，连接眼与脑相连的脉络，上行出于前额部，与督脉交汇于头顶。 眼部之脉，从眼与脑相连的脉络分出，下行面颊里面，环绕唇内，肝部之脉，从肝分出，上行通过膈肌，留住于肺。 与手太阴肺经相接。本经主治眩晕、眼疾、肝胆、胸胁、疝气及下肢内侧病症，如眩晕症，取太冲穴治疗。督脉。
起于小腹内，向下出于会阴部，向后行于脊柱内，上至向后风府穴处，进入脑内，上行头顶。 沿前额下行鼻柱，止于上唇内。本经主治精神、神经疾患及头面、项背、腰底部病症，如急性腰扭伤，选督脉水沟穴治疗。 起于小腹内，下出会阴部，向上行于阴毛部，沿腹内上经关元等穴，到达咽喉部，再上行，环绕口唇，经过面部，进入眼下。 本经主治生殖泌尿系疾病、胸腹内相关脏腑疾病，以及颈部、口面部病症，如胃痛，取中脘穴治疗。十二经脉与督脉和任脉合称为14经脉。 构成经络系统的主体。十二经脉循行流注，手太阴肺经，从中焦胃部开始，至食指端，接手阳明大肠经。手阳明大肠经。 从食指端开始至鼻旁，接足阳明胃经；足阳明胃经从鼻旁开始至足大指端，接足太阴脾经；足太阴脾经从足大指开始。 至心中，接手少阴心经；手少阴心经从心中开始，至小指端；接手太阳小肠经；手太阳小肠经从小指端开始，至眼内角。 接足太阳膀胱经，足太阳膀胱经从眼内角开始，至足小指端；接足少阴肾经，足少阴肾经从足小指下开始，至胸中。 接手厥阴心包经，手厥阴心包经从胸中开始，至无名指端；接手少阳三焦经。
手少阳三焦经，从无名指端开始，至眼外角，接足少阳胆经。足少阳胆经从眼外角开始，至足大指端，接足厥阴肝经。足厥阴肝经从足大指端开始，至肺中，接手太阴肺经。又从肺经开始下一周期循环，十二经脉由此逐经相传，阴阳相贯，如环无端，周而复始的循环流转。